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欺负山，欢迎大家收看《自由城大逃亡》啊！最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，就是这个画质补丁它崩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倒腾了半天还是不行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用原版的这个画质啊，给大家搞一期大逃亡啊！今天呢，我们搞一下六星啊！看见这位胖阿三了没有？哎呀，瞧瞧走路，哎呦，婀娜多姿啊！你看一跑一跑的，哎，虽然我们枪打到他的脚，但是不影响他这个跑步啊。哎，哎，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拉，哎，他什么人啊？拉我车门？哇，瞬间三颗星啊！我刚看到啊，哦。刚才那地方是，哎呦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啊，好多阿 Sir 啊，没有关系啊。今天我们从这个三颗星打到六颗星。哎，这里还有位兄弟啊，还在这里等着。兄弟要不要走啊？一起逃亡。兄弟生无可恋啊，可能是在等他的前女友啊，我们就不要管他了。三星小阿三啊，无所谓的，直接打他驾驶舱那个人啊，主驾驶的那个人，他车辆会瞬间失控。三颗星，六颗星，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啊。五。哎呦，是不是打到我车胎了呀？快走快走！这些平民在大街上面乱逛啊，不要乱跑。阿三追上来了，没有关系。四颗。我现在紧盯着左下角的地图。哎，我们从这里绕进去。空车没人啊、哦、那边有路障啊，有路障有路障，先撤一下。哎呀，可能要着火啊，防爆车也出来了，对，四颗星，没有关系。飞一下，哎呦，正好着火了呀！我天哪，后面那位阿瑟紧随其后啊！啊，下车，来不及了，快快快快点！哎呀，哎哎哎哎，正好啊，我们前面有很多车，随便挑选一辆，就近原则啊，就这辆。提前打烂车玻璃，让我们加快这个上车的速度啊！不然的话，会用胳膊肘，哎，肘击一下玻璃，反而这个速度会越来越慢啊！而且还是火靶子。哎呦哎呦，往哪儿翻啊，阿三？好的，五颗星了。喂、哎，在这儿等我呢。失控了，哇哇，兄弟们不要街上面乱跑啊，后面还有一辆。人呢？哦，这好家伙，你搁这儿。哎呀，飞机飞机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哎呦，好家伙，特警啊，特警征用了这个平民的车辆啊，追击我们，还没到六颗，两架直升机，
哎，六颗了。好，我们得换车了啊！这车轮胎爆了，找个机会换车。哦，阿三儿甩出去了。像这种常规逃亡的欺负山就不用作弊什么的了，试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准备开车。哎，前面有停车场，我来这里换车。就这辆吧，敞篷的，敞篷的，快快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没有玻璃。OK OK， 好的兄弟们，我们的逃亡正式开始。刚刚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对抗加身心过程，接下来就要逃亡了。这逃亡呢以消心为主啊，就是跑出这个通缉的范围。哎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啊，差点。我以为撞到了。躲避地图上面的阿 Sir， 往左。哎呦，追来了。哎，他撞了。哇，六星这个范围就是大啊，我们朝上跑，跑出这个范围。但这个难度大在哪儿？就是如果期间我们碰到一名阿 Sir 啊，他这个范围还会重置，又会以我们为中心啊。所以说这个难度就很大了。前面有阿三，是一个路障，他应该在下边。对，在下边。哎呦，前面有，完了，被看到了。然后我们的圈呢，又重置了。从这一刻，很烦，这就比较难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，看到了吧，又重置了这个范围，所以说还是很难的。这目的地到了，我记得上期五星还是很简单的，那个范围不是很大，现在这么大。又重置了，我的天哪！啊，被左边那个阿萨看到了，可能。继续往下跑，慢点。那煤气罐不知道能不能爆炸啊？咱避开它。哎呦，不行！前面有俩，快快快，绕一下。哎，完了完了，后边也追过来了。借过借过，兄弟兄弟。哎呦，不行啊。好难啊。是我们这辆车速不够快吗？我觉得已经挺快了，但弯弯绕绕提不起速。大家玩过这一代也都知道啊，这车不太好控制，驾驶手感比较拟真一点。
哎，哎呦，不行，这边又出来一个，又重置了。哎，完成一个成就。哎呦，不行啊，兄弟们，要么我们去喷漆店吧，这又绕回来了呀。前面还有直升机。哦，我几乎是看着地图跑的。哎呦，这人来了。哎哎哎，轮胎爆了，我听到葫芦没气的声音。右后胎。哎，阿塞尔好飘。来人颗手雷，把后边那个防爆车炸了。咚 ，nice。哇，咱这车还挺快的呀，就是不好逃亡。哎呀，又飘了，飘了，飘了，后轮爆了。干什么啊，阿三？哎呀，我打到路人了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，给你叫一辆救护车。哎呀，叫不了。哇，我们车门都被打下去了，快快快下车下车下车、啊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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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要展现我马拉松的这个技能了，后面一定有很多阿萨，快跑快跑。哇、哦、还在打我，走位走位。行，拿出手机，这个速度放慢了，就变成走路。这里有车 SUV， 好，哈哈。哎，我们去找喷漆店吧，这没办法，跑不了，这 SUV 更慢。嗯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范围，我们桥都过不去的，来这个喷漆店。桥过不去，因为桥上面有很多路障，所以还是算了。六颗星，哎，和五颗星这个难度不一样啊。左后胎还爆了。不过这一次很庆幸啊，就是在半路没有被打死啊！天哪，他其实六星火力很猛的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跑得快的缘故啊！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呦呦呦，失控了失控了！好，前方右转，失控了。哎呦，阿萨来了，先把他们干掉，不然的话咱们喷漆店进不去啊，进去也消不了心，差不多了，进去。 OK 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挑战完成了，确实六颗星难度很大，脱离范围我觉得很难，真的很难很难。好，消星成功。以后找找别的办法，除了这个喷漆还有去隧道里面啊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还可以消星呢。那好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